准备好吧。一马换双象这个招主要是对方两个炮挤在这儿，我这期马走了这个往这儿填子儿走不动啊。谢谢阿甘的赢哥们，你看是吧，我往这边走啊，挡都挡不住啊，马进去都飞了啊，直接砍，你看准备气死，你看料事如神啊，请叫我诸葛笑，这年头料事如神，点哪儿走哪儿，这可如何是好。非常精彩的棋送给大家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精彩瞬间啊，经典顺炮啊，这个棋直车对横车啊，走这个局面的时候，现在流行的走法，高手的走法走进车比较多。那么这个棋走着这个局面的时候啊，走摆炮的局面相对少啊，但是也是能走的啊。走摆炮的话相对比较复杂一些，这局面啊，正确走法是对方出车，对方进车这步棋啊，也不能说不对啊。这时候我方这个棋进车，我方一进车，对方一摆车，对方一摆车，我方这一摆车。哎，假如对方在这个局面下他选择了退窝心马，臭皮笑是啥意思他选择了退窝心马啊，这手棋如果对面不走窝心马啊，如果对面选择进车吃我的马，那么我方必是退车吃对方的马。吃完马之后呢，下一步有什么连续的手段吗？进炮下底，因此逼对方出车。哎，出车之后我再进炮抽车，你看什么叫做先手，这就是先手，对方只能硬解，当我方出招对方硬招，我方就反先了。很多朋友问笑笑，我经常说啊，先手后手，什么叫先手什么叫后手，红旗在这个局面下就争先了，有在先手的基础上争先，我方一直在出招，对方一直在硬招，这个棋。那实战当中呢，对方没这么走，选择退窝心马，那这手棋我这个炮，你看下一步这一进炮搂住对方的兵，把马弃掉，假如对方在这儿进车吃马，我必是揍，对方如果进马再踩我再揍，连弃两个马，这个棋就非常精彩。下一步怎么走？小士一拱啊，小象一飞，小车一摆，小车再一摆，对方底线士要废掉，请问这手棋他要怎么应？我连弃两个马，在这儿弃一个马，在这儿弃一个马，把炮阵五子走起来，补士飞象，车八平六，车七平六，双车抢士，他得把炮先走出来飞边象，但是飞边象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当我方进车，对方进炮啊，这手棋我方刚好飞象，下一步出将三板斧，他该怎么应？这棋已死。啊，大家算一算，这棋已死，他怎么走？没得走。比如说他往回走，那请问我出将他怎么走？哎，他吃兵，他都没得走，他已经没有任何反弹能力。下一步出摆车三板斧，这个直接砍士，他连砍炮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被废掉。这手棋看懂扣个六六，精彩弃双马，对方没吃，精彩弃双马已经给他安排好了，结果对面没吃，他摆炮退炮想打我死车。这手棋我方一打，对方上马，这个棋依然是扣住啊。这个时候在这个局面下，我们走出了这个九宫格内啊，非常精彩的一手对于九宫格这个围棋啊。进马之后这棋策应，对方得退炮啊，但是退炮也没棋是吧，我这也是吃的棋啊，怎么走都没棋了，九宫格内已经把他怼死了，窝心马直接窝死拉倒，废废一废废。